整红素金台北报道，侯一军、陈梅凤、方欣、王彤、白嘉琪等人出席自家经纪公司凤凰艺能2018春酒家宴，现场集合近百位艺人，陈梅凤靓丽出席。他说一到现场，看到好久不见的长光跟凤凰弟弟弟妹妹，真的很开心，也勉励自家师弟师妹们说要随时保持好状态，也要把握及感恩电视台给的机会，把工作做好，把自己角色办好，一起努力，大家同搭一艘船，加油。此外，侯一军表示今年的计划是生个宝宝，还约方欣一起，只说有个伴一起比较好。白嘉琪跟姐姐叶嘉瑜也联袂出席，不少前辈则鼓励叶嘉瑜出来工作，让白嘉琪忍不住出声说去求姐夫比较快。侯一军就方欣一起生，明是提供陈美凤，明是提供大家鼓吹叶嘉瑜叶二复出拍戏，明是提供王彤牵手爱城，明是提供凤凰艺能男艺人群，明是提供